陈柏霖主持的《极道森林》推出第二季，五日举办记者会，杰夫鞠俊晔可是超有义气的来站台。事后才知道，原来他会答应上节目，原来都是因为大 S 的推荐，让好多人都开始好奇，是不是有机会能看到最神夫妻一起露营哎。정말하고싶하고는싶은데시원이면그바퀴벌레바짝만들어도얼어가지고너무무서워해가지고내가이번에보리랑같이갔을때바퀴벌레가너무많더라고요안될것같아요아그저있으면주셔야돼요솔직히저도싫어서그래가지고방수못가니까나태예수못가바퀴벌레목이다있던데요여기올라오는것같은데 아직은본적은저혼자만봤어요저밖에서희원이못봤어요봤으면아마희원기절했을거예요为爱开杀还不是最闪的，接下来这段话只能说姐夫真的太会了。살림치료하면서나무를보고뭐생각나는걸적어라그랬는데두나무가떨어져 있는걸보고약간저와희원이같다는생각을해서얘네둘이떨어져있지만땅속으로는이렇게손을잡고있지않을까对有啊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觉得我们很好而且他常常会把大 S 挂在嘴边，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录一录他，他就会、欸、来拍一个什么，然后传出去，然后我觉得很棒。是不是你这种类型？我也会啊，我也会啊，会吧？我不知道。对啊，对啊，好热。对，我觉得他是非常好的榜样和长辈，前辈不是长辈，前辈前辈。你是有结婚的那种规划吗？顺其自然。好、啊，谢谢。谢谢，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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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